刚刚那是什么声音？是咱好尾在地道地的尖叫声吗？啊，是吗？好有特色哦！再叫一声我听看看。怎么觉得很像一种动物的声音呢？哇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的手机现在在直播。来，我们拍一下今天所有的好朋友，跟我的直播挥挥手好吗？哎呦，你们红了，好多人在看你们哦。等一下回去，如果要看到自己，再麻烦到我的脸书的粉丝专页看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哎，还有后面的那个灯牌，哦，好漂亮哦！你们看一下我的灯牌，好美哦！看到这些灯牌，真的呢，不自觉就会觉得好幸福哦。有你们真的好幸福。我也爱你们，好不好？住在我们虎尾也真的好幸福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大家都很幸福，那我就带来一首很幸福的歌。这首歌呢，也是我们明视上一档八点档《幸福来了》的主题曲，歌名叫做《幸福的滋味》。祝福大家天天幸福，开心哦！会唱的朋友，快点，最后一首歌了，大声一点唱，好不好？走下来哦，旁边的朋友你们好，嗨，左边的朋友 ，Hello， 哇，这边有灯牌，右边的朋友你们好，有多少心意讲出我爱你，这是幸福的滋味。
续它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再次谢谢我们回所有的好朋友。最后我们大声来说，我爱胡伟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哦，三二一，我爱胡伟，谢谢。一下慧玲啦，啊，好，我们也要我爱慧玲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我爱慧玲。哦，满满的爱我收到了，谢谢你们，我也爱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慧玲，谢谢。哇，